家好，我是欣欣。人这一生当中呀，都是大起大落，在你这个辉煌的时候呀，别人请你吃饭呀，可能就是说对你的一种尊重，而且是一种仰慕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在这个低谷的时候呀，有人请你吃饭呢，可能就有不好的这种想法，说这三种人呀，如果在你低谷的时候请你吃饭呀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去。到底是说的哪三种人呢？今天欣欣就给大家来分析一下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从事这个非法生意的人。这个时候呀，如果你人生的低谷呀，他请你吃饭肯定有不好的动机，或者呀就是参与他们这种违法的这种行为，而且呢可能会让你当一个替罪羊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请你吃饭呀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是不是他们是真正让你去做替罪羊，还是参与到他们这种非法的这个生意当中。如果是这样呢，大家一定不要去，这样呢会对你的人生造成一定的影响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是做了这个非法的这种生意呀，肯定会做一些牢狱之灾。